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什么代志啦？我包包未去提啊。妈，啊内面我的证件，我赶紧提回来啦。丽华，你提去了。不免啦，爸，我自己去提就好啊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爸。啊！你弄遐尼坚持，我可以当安怎？而且以后我袂过来陪伊啊，总是爱共交代者啦。爸，相信我啦。啊，我有一寡证件爱交予德秀、甲护理长啊。啊，就算你爱我出国读书，总袂无讲一声就离开嘛。我回去睇啦，啊，非得去你家位嘛，无得呀。炫，你今日交代好势，啊，随等来车顶哦，哈。好。等来。我是袂放心啦。哇，你过去啊。好啦，我袂来。炫。炫炫炫炫。校长夫人啊，太谢你，过来，过来，给您教教。没啦没啦，啊是讲恁若是要来找阮石狮泡茶开讲哦，阮是真欢迎啦。啊，唔知讲平先生，啊你今仔呢大驾光临，嘛唔知有啥物贵事吼哈？哎，是安尼啦，都进前离婚啊，第一甲阮斗三工，啊阮剩你啊哦，才愿意安尼倒来厝的。来专工来给你洗罗啦，对啦。哦，不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你唔卖讲多谢啦，才讲下论斤哦，我是应该爱给你回信的才对啦。啊，都离婚哦，甲建龙已经离婚啦，啊，唔是恁平家的新妇啊，哎，平太太是唔是有住伫恁厝的？讲开是甲离婚哦，一点啊关系都无啦。
啊，丽芬都安尼加无性啦，安尼插代志插到对恁家去，啊，阮都含万嫁查某囝啦，才嫁到安尼。所以吼，讲起来，阮有较失礼的所在啦吼，啊，你也莫见怪啦。啊，歹势啦，我甲你回信嘞。啊，彭先生，你莫想安怎啦，吼，莫想伤济啦。无啦，好滴夫人啊，你唔通安尼讲，啊，离婚哦，虽然我甲建宏离婚啦，也毋过阮拢一直甲离婚啊当作家己的事实同款啊。哦，无咯，彭先生，你若安尼讲吼，啊，真歹势，我都安尼爱较实嘞吼，我都爱讲一句话话嘞。阮徛在做离婚的时代人的立场吼。阮是足无希望离婚，我甲恁平家有啥物交掺呢？尤其是建宏啊，拜托伊莫过来甲阮离婚啊，哥哥弟啊啦。是啦。啊，亲像进前哦，校长来阮兜底下甲阮讲起的话吼，啊，我拢嘛有底下甲听，啊，我嘛有甲阮建宏教示甲骂啊。啊，也毋过啊，阮建宏有底下甲我解释啦吼，讲伊今日安尼做。哎呦，完全是一个好爷，去甲关心是安尼啦。哦，多谢恁的关心啦。啊，恁的好意吼，阮心领啊啦，唔免安尼就好啊啦吼。啊，前两天啊，阮就说，敢是有专工去安尼店门拜访，甲你拜托讲，彭先生，家己的事实你都甲教示哦好吼。啊，莫阁安尼甲阮丽云安尼多安尼高高低啦。啊，所以论真讲起来，你今仔来到阮家，是毋是应该爱给阮阿某一个交代？啊，不过无呢，我即摆听你讲这的话吼，你意思敢那是咧替恁建宏阿讲话呢吼？是安尼笑？无啦，当然啦，啊，我是爱安尼给恁一个交代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啊离婚哦啊，甲建宏的代志哦，是阮皮家对不起恁啦，对不？照你来讲哦，阮是无这个面，佮继续甲恁林家安尼的来往啦。是讲好啊，我个感觉讲阮建宏讲了嘛是无对啦。啊，亲像离婚遐尼好个新妇，啊，阮开间伊遐尼坐伫啊，当然阮爱来甲弥补啦，是安尼尔啦。你伫即马讲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啊？无啦，我即马意思是讲，是毋是离婚啊？你过来原谅建宏无？啊，是不是会当让因两个安尼破镜重圆啦？啊，好阮安尼，等下阮皮家，阮来好好甲照顾，是安尼俩。无咯，等你即马讲第三秒话啊！我前两天唔是去恁兜，你是安怎甲我讲？啊，我就讲叫我教是阮建宏啊，叫伊卖叫要离婚啦。是啊。啊！今仔你来阮家，那就无应该甲我讲这个话才对啊！啊，歹势啦！当然，阮答应的代志吼，都爱照讲照行啦吼。啊，是讲，外人我都较妥滴的吼。我咧想讲，啊，建宏去找离婚尔，啊，我无甘骂啦。啊，可能是安尼，我安尼一时的疏忽咯，无去了解着阮建宏的想法啦，是安尼。嘿，哦。你无去了解恁建宏的想法，这是你的疏忽。啊，不过你今仔来阮家甲我讲这个话，安尼你就糊涂啊呢？你嘛知影吼，丽芬甲大伟两个人已经吼讲到安尼吼，要嫁娶啊，哦。啊，你嘛知影讲，我甲大伟当作敢那吼囝婿同款，那这你敢唔知哦？啊，我知影啦。今日我来讲吼，啊，都是为了这个代志啊，要你回这实嘞啦，哎。啊！你今日来这讲的这意思，你咪讲，你支持建宏做啊？对不对？是啦。你讲安尼来对哈？我咧应试过，应该真顺呢嘿。彭先生啊，咱借问一下，阮离婚到底都要互恁害到偌凄惨？安尼恁才甘愿放伊煞啊？恁嘛够有天良嘞！恁安尼实在有影？我是想讲吼，是毋是安尼？我离婚啊，会当阁原谅建宏无啦？看因两个少年啊，快会当安尼破镜重圆无啊？啊，好难咧，好好照顾因母仔囝。恁讲啊，遐尼好听啊！只要恁平家人哦，莫过来叫阮离婚，就是对伊上好的照顾啊。丽芬小姐，我来啊。啊，
你去听老师讲这话时阵，你敢有先摸良心想看卖啊？是安怎恁敢翻头来照顾丽云？你安怎敢不是为着弟弟？煞毋知影安琪甲建宏离婚了，巴肚内囡仔无去啊！啊，所以就开始想空想胖，要甲弟弟带到恁平港。当然当然当然啦！啊，你这款的指责吼，我是我都甲你辩解啦。啊，是讲离婚甲建宏的代志吼，啊是阮对不起恁啦。啊，是讲哦，徛伫阮的立场，啊那真经讲大话啊呢，甲离婚的这个感情无法度安尼顺顺利利，啊大话安尼无法度离婚啊过着幸福的日子哦。我是希望讲，是毋是好建宏哦，搁着回伊安尼一摆机会啦，回伊安尼来照顾因离婚啊，无要紧啊。啊，你真正，你真正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嘞吼。大话因爸的反对，迄嘛是因为偏见，互伊在找机会去甲离婚哥哥甜。啊，搁有啦！阮公司甲大卫签约，要代理因公司的产品，结果就互刘安琪知影尔，伊就去找人来麻烦。你感觉这是为着啥物？就因为哦，安琪咧万分健康，目空赤，要甲要看大卫甲离婚的感情顺利。啊嘛，因为我是离婚的二姐，我甲大卫签约，安尼也袂用的。非得即摆只要甲皮根有关系，拢会受到拖累，你知无？是拢到这来啊！啊，恁平家敢要到迄个面讲，要叫丽芬甲建宏破镜中言？啊？丽芬啊，好啊。大兄啊，歹势歹势，啊咧，阮做事大人的立场哦，讲正经的啦，实在是真无爱讲哦，建宏或者来交了丽芬啊。啊，我嘛相信讲丽芬哦，啊，绝对袂讲我多等于甲建宏做伙，哦。哎，对啦。你讲的我拢知影啦，我也希望哦，恁会当安尼了解阮这个做老爸的吼为难的所在是安尼啦。啊，敢若你做人的老爸，啊，我甲阮石赛都毋是做人的是大人哟。你为难，阮都袂为难哦。嗯，嘛较将心比心嘞。喂，大姐哦。嗯，什么代志啊？啥？你哪七八只跟我讲啦？好好好，我先挂电话吼。好，拜拜。啥安怎啦？什么代志？大姐讲吼，姐夫伊弄着头壳昏迷不醒，即摆伫病院急救啦。啥？安那发生即款代志啦？啊，讲萱萱甲佳伟要小撮走，啊，姐夫也动啊。你吼，我先来病院看麦才讲啊吼。哎，不，坐火来去讲，哎，就使，行来，行来，行。妈，麦啦，啊，即摆啥物情形，唔知影，啊，这侪人去，大家加着急的尔。恁等出单，我来看麦，再跟恁联络啦吼。我先去，先去。好，我先来，我先来，拜拜。昨昏出出入入几落间，大姐夫，情形敢若足严重诶！我到底是哪摔个哪摔到安尼啦？阿丽，是我毋好，我若听阮爸诶话，阮爸都袂甲变到安尼啊！请恁大家莫怪萱萱，是我毋好，是我毋好。即爿人到底从啥？是啊，恁爸妈讲的话拢无要听，啊，叫恁爸出代志啊，啊，小姐咧认唔对，啊，恁敢有法甲人改变事实？好啦，二姐，你莫干嘛？恁两个心内嘛足艰苦的啊。
医生，你是蔡正南先生的家属。我是叶太太，请问阮先生即摆怎样啊？手术真顺利，暂时无性命危。啊，不过蔡先生去伤了颈椎，神经去伤害着，以后恐惊半身不遂。甲附近的部分，我会阁向你说明。伊即马送去恢复室，等一下恁阿公去，才有病人看伊。大叔，大姐，我跟谁做啥啦？阿母，你别生气啦，是的，拢是我唔好，别怪萱萱。那不是我的原因，阿爸嘛陪不倒，你若要怪，就怪我好。你这摆工作有啥物内容？你安尼萱萱爸爸敢有法当好起来？是的，我这摆是诚心诚意，要跟你道歉。所有代志，我会负起所有责任。你要负啥物责任？你拄仔敢无听医生讲，萱萱因爸爸以后会半身不遂？你敢有法当跟伊徛起走路？二姐，你别搁讲啊，阿你大姐搁较伤心。是的，我不应该无听恁的话，我真正无准备害怕变干安尼。妈，二姐。你甲我骂，你甲我拍，你甲我好家事好无嘛？妈，以后无人管你啦，也无人拍你骂你，你自由啊！恁爸以后会半身不遂，无法度顶当，就算讲想要阻挡你，伊嘛无法度站起来，无法度走路，伊以后会永远坐轮椅，伊会用伊一世人的无自由来换你的自由。妈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哪来管你啊？你自由啊，你自由啊！妈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喂，爸，我知影，我已经在病院啊，我姐夫已经手术煞，今麦伫恢复室，等下送去照护病房。好，你豆豆来，你免管吼。萱萱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我过去看麦哈。恁就这大压力，让恁妈妈一边。你留在这，只有妈妈一边我。你拄则敢无听到？伊讲骂我这个查某囝。萱萱，
是对的，我恁先转去了，你忘记让恁亲戚。我听见有话先转去，不过你也答应我，有代志，你随卡电话给我好不好？ 伊是想要讲无唔对啊，啊，不过详细情形还阁看卖啊，才发得出评估。我你去看阮爸。你抓准安尼就是有效。你今日遐你爸受气，害恁爸尔，你还阁会当做啥物？别话，阿爸先生就知影唔对啊，莫阁一直甲你阿妈啦。 今嘛你无爱去看因爸爸，你对伊来讲吼是一种折磨，你知？爸，大姐是今仔姐夫看了萱萱，会阁想着刺激，唔才会把互你骗。你安尼想是无唔对啦，不过吼，你敢唔阁想看卖？ 正南刚刚七点嘛都无去想到萱萱，这个时阵哦，伊也会当看到萱萱哦，应该对伊来讲哦，有真大个鼓励才对。谁让伊无要跟伊爸爸见面？阿公，你哪个没问妈？哎，我就唔是你骂恁妈妈，我是咧甲苛刻啦。哎。 好啦，咱今麦才做人在遮吼，也袂当解决问题啦。你话真点嘛，哦，萱萱，所以妈等你有困。 人好好，唔免难过。大姐，你莫搁跟萱萱生气啊，好不好？袂花伊生气也是应该的啦。萱萱啊，你几岁啊？啊，啥个讲啊？你拢讲袂听哈？恁爸都甲你交代讲，叫你莫甲迄个姐话，搁交往啊，你先讲都讲袂听，今仔毋知会发生即款代志。妈。 我才叫大姐莫骂萱萱尔，你哪会搁你甲骂啦？做唔对代志吼，骂两句也是应该的啦。我唔是干那骂萱萱尔啦，我嘛是咧教伊啦。萱萱啊，恁爸即马受伤啊，伊住院，
伊都爱治疗，都爱做复健。你敢查这时间都爱拖偌久？厝内代志吼，你都爱哪学哩？你都爱学会晓担起来。你也知影吼，你妈的负担是足重的。你妈若是因为安尼啊心情歹，甲你加念两句啊。你是唔通因为讲安尼，你都甲你妈咧应嘴应舌，啊，搁叫一个面相互你妈看，安尼是唔对的哦。你知影无？听好无？妈，我知影。妈，丽华，丽华。我讲的话就是咧讲好听，讲啊咧，你我哩出去走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小雪，莫惊，来等我。阿妈，我伫遮陪恁爸。嗯，啊，你是真想要陪恁爸，还是你甲恁妈客气啊？萱萱就想要入去看因爸，你就可以留落来啦。嘿啦妈，啊，咱就先甲大姐来转啦，啊无，大家拢留伫咧遮，一人一句，啊，要帮大姐家己一个转去吼。好，行啦，好妈。哎，好啦，萱萱啊，啊，恁妈妈吼，无让你家己倒转去，就是爱大家吼陪恁爸爸，卖顾家己去啊，啊。太平的时间就要过啊，今年看恁爸爸哦。你假如讲你想要捐钱，我看好，就当票白啊。你
你看恁爸听我清楚，从今以后无论如何，我绝对要有嘉伟跟萱萱做伙，唔知再搞气话嘛？你无爱嘉伟跟萱萱做伙，我嘛好好讲啊，那你安尼拆破面呐？拆破面就拆破面呐！你抓中国二十六毛就惊伊。拢是你，无代无志，要甲一个龙魔的囝交往，代志才不敢在面收煞。爸，我都甲你讲过，是我家己冲出去，我才会受伤，这甲嘉伟无关系啊。你即摆是安怎？甲龙魔囡仔做伙？家己也变到麻木啊！这你用什么拢唔惊？这回是头着伤的，啊后回嘞，反正连性命都无去啦。我你的身躯变一卡布，我以后也袂阁让你受气啊。不管是你希望我安怎做，你讲的话，我一定拢会乖乖听入去。今仔，我请你赶紧好起来，爸。难怪今后起来，事都较拄着啊，拄着你都较勇敢去面对的。你莫想伤济啦，啊你也免烦恼啦。将来嘛吼，真紧就会好起来啦，吼。妈，我今真的，伊无法度接受这个打击，妈。大姐。好啦，伫家己的厝内，你若想要哭吼，就去哭，不要紧，你较大声哭。啊，明仔载来去看正南的时阵，你心头在面头前流目屎，有听无？我知。啊，若无正南嘛，伊是足艰苦的吼。我知。好啦，好。来来，再讲来讲去哦，拢爱怪王家伟啦。啊！你下当无顾姐夫反对，啊，甲萱萱再小带走，即摆代志变安，看以后变安怎。其实我是感觉，袂用完全拢怪萱萱甲嘉伟啊。伊嘛无希望代志变到安尼啊。拄只萱萱伫遐哭到安尼艰苦，啊，嘉伟嘛唔敢离开。我想即摆伊心内一定足自责、足后悔，咱都莫阁怪伊啦。啊，就算咱无怪萱萱，啊，不过姐夫会变到安尼，迄拢是因为嘉伟伊无顾姐夫的安全，硬要甲萱萱带走的呢。啊，你今日搁替伊讲话哦？我无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感觉讲咱今麦搁怪因，大姐夫嘛袂随好起来啊。今麦上要紧的，是帮助大姐夫渡过难关，
追究写唔对，已经无意义啊嘛。对啦，对啦，丽芬讲安尼也是有道理啦。啊，起码吼，恁大姐厝的有真侪代志吼，需要恁个斗相共。咱起码要将所有的精神甲困难吼，迄个所在，吼，啊，我再过两日啊。另外，医生有讲吼，正南是不是半身不遂，需要个棺材啦？啊，那即马吼，医疗这么发达，哦，算讲伊袂震动啦。我相信讲吼，经过治疗和复健吼，一定会好起来。你莫安尼安尼悲观，家己咧吓惊家己，啊？即马前两嘛发生这种代志，以后出来吼，拢都要靠你一个人。你个身体爱顾好，有听无？你千万是唔通堕落咧，你若堕落去吼，前两嘛就无人通顾啊。吼，嗯，本来想讲安尼，你甲前两嘛好好啊，啊恁一家伙啊三个。就会当恢复较早迄款安尼幸福美满的日子，谁知安内发生一款意外啦？不要紧，你别乱动。不管代志安怎吼，我甲恁爸拢会陪在你的身躯边。不管结果是安怎，后头厝会甲你做伙担。你别惊吼。爸妈，时间嘛无早，无恁先等去休困。系啦，爸妈，我先送你回去，啊。卖啦卖啦，阿丽华家己一个，我都袂放心啊。你放心，弟弟阿肯伫保姆遐，应该我老来陪大姐。好啦，无你在家吼，好好吼，跟你大姐斗阵，啊。不错，咱先回来，好。咱咧病来斗三工，哟，好啦，另外，爸甲你交代，我甲你办好，我会先来等吼。啊你，你莫乌白想，你免惊，你来看，有爸妈顾你，这伤袂滴的，后头厝了你靠咧。你遵守这关，当作是一个难关哦。你嘛嘴去紧咬，一定要甲拼过，有听无？好，好啊，莫有白想啊，辛苦些些，留早困吼。留啦，好好照顾恁大姐啊。我知啊。好啦，来啦。莫有白想啊。留早要困了吼。大姐，我来替你倒烧水，你先苦洗洗，较早困嘞。其他代志明仔再来讲好不？多谢。爸仔吼，早晚你定去害着郑南阿伊全家伙啦！哎呦，你想到讲好讲代志，安尼来了才紧啦。这萱萱也是足袂晓想的，安尼伤过少年啦，爱了唔对人啦，而且惹出遮济代志。啊，那就是萱萱少年，甲这佳慧啊在交往吼，伊哪有去考虑遐尼多啦？明仔载吼，等到萱萱咯，卖过安尼个念啊。家己的孙呐，我念罔念，我嘛是念要互伊下当了解这代志，对无？啊，但是，迄佳慧就无同款啊。
那不是因为把萱萱带走哦，那会发生这个代志对不？所以讲哦，这代志讲来讲去吼，那王家伟都要负全部责任啦。啊，你是要哪叫家伟负责任啦？脚骨甲公堂哦，啊，脚骨甲公堂哦，正人嘛是要倒去病房，伊也袂好啊啦。即马上重要就是讲哦，看要安怎样啊呢？吼，正人会当安尼赶紧安尼恢复起来，哦。万一来讲真正讲安尼，正人哦，脚无法度通好行路，啊，咱该赶紧想办法，该斗三工，安尼哦，会当安尼恢复伊的信心，安尼唔得对。正南妈安尼伤啊，才严重啦。哎，啊，以后敢要阁会当当去学校做校长？啊，万不哩，伊若真想要半身不遂，以后敢若要做福建哦，迄时间是都要拖咧真久呢，日子是孤孤单单呢。丽华安尼一个查某人啊，伊也都要顾店，也都要照顾正南妈。我若敢若想到这吼。都唔知丽华，伊安尼迄日子是要安怎过啦？想到就烦恼啊！我哦，你要等下把丽华安慰过啊啦。又甲讲哦，有啥物代志哦，咱来替伊担。啊，既然共讲过啊，咱唔着爱较坚强咧。安尼哦，唔只会当做丽华的靠山。丽华，你爸妈到底安怎讲啊？哎呀，今日我看吼，你也是死心好啦。啊，无啊，刘大海啊，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人林家根本就唔相信讲建宏有心悔改，林家也搁在讲哦，叫你都唔通去破坏到大伟甲丽华的代志啊。是讲这也袂用你怪别人啦，都要怪你家己，真正是你家己对不起丽华呢。啊！当人林家的人吼，为着要保护因查某囝，安尼做嘛足正常的啊。好啦，你莫插嘴啦！哎呀，大海啊，一定是哦，你下班讲话啦啊！唔只哦，人无要答应哦，佫予咱建宏一届机会啊。來